出游戏。这里什么啊？哎呀，前面他们很前期的全都没有，后面就饥饿游戏。哇哇哇！前面哦，我们前面猜的那么好。哎，你跟我们说上那个猜不出来，你们快看，一个钟，一个剑，两只鸡，这是什么？鸡鹅，鸡鹅，这个是什么？鸡鹅。什么东西？一箭双雕，怎么会是这种方式吧？有来一箭双雕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个？萤火虫之墓哦，这个墓可以，这个墓对呀，阿比，我觉得可以，那个是一个墓，对不对？这是有意思，荧光时代的萤火虫，对，是什么？荧光时，荧光城，完蛋了。我操！这个真的没关系，难怪我隔壁有什么女巫药水塞。对不起，这是扯的，马上掉，完美，这个完美，这一定是在那场，在那场，这是游戏啊，这是桌游啦。狼人森林小屋好像有电影，也有电影吗？森林小屋电影吗？你去森林小屋搜集下去，就是哈基做的地图，然后我失控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森林小屋这部电影，早就忘记了。我还硬把它拆成电影呢，我还把它硬拆成电影呢，这还可以拆成电影啊？我怎么只拆一个门？森林小屋啊！厉害！哎，我还把它硬拆成电影，还蛮帅的。你有很会猜，你要怎么盖？超难的，这个超猛，真的超猛！我真的不知道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为什么它的下面会冒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盖这个？这个是什么？雷克，雷克，为什么？你在雷克？有很多幼童之墓，因为鹰仔，鹰仔他的那个封面图，封面图就是一个婴儿坐在上面这样子。林肯，很经典。歪了啦，歪了啦，歪了啦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啦。哦天哪！哎呀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怪客，他是魔界的索伦王啊。那个塔，这也太雷了吧！这太雷了吧！超雷！我不知道你讲了，我还是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哲平，我觉得这个盖的一点都不像。这个山是什么东西？我原本是要盖手指，然后戴魔戒的。太雷了啦！你刚才说那个戒指呢？哲平那个超猛。哎，那个，所以我说那个戒指呢？没有啊，是说索伦王啊。Hello， 我是 Freedom 宝宝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赶快订阅吧。Freedom 是 YouTube 认证的国际联播网，我们提供伙伴频道维护、技术支援、版权保护及版权音乐库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绑约哦，欢迎加入我们。